太想念了。我对你太想念，太想念。谢谢大家。欢迎大家来到无声的直播间，这里是无声耳倾，这里是东方公子，谢谢大家的支持鼓励，欢迎大家来到无声的直播间。喜欢古筝，喜欢我们的国乐，左上角点点关注，上个灯牌好吗？谢谢大家的支持。刚才来的是一首 DJ 版的太想念，此时此刻家们想听一曲正常版的太想念扣一波一，想听一曲英雄泪扣一波二，我们继续弹曲好吗？谢谢大家的灯牌，感谢大家的点赞。谢谢一号麦家里有只兔，谢谢小小牵牛花，谢谢乌奇格格奇奇奇格，谢谢六月荷花，谢谢青阳哥，谢谢羽化虫师，谢谢惜时如金，谢谢每一位家们的支持鼓励。英雄泪好多家们想听，又飒又美，太喜欢了，谢谢。谢谢七七哥，可以，那我们来一曲霸气一点的英雄泪啊，也在我这个调上。谢谢大家。觉得帅，我们满屏扣一波帅好吗？英雄泪。这里是国风，这里是古筝直播间，谢谢大家的支持鼓励。接下来我们继续弹下一首曲子，想听一曲我们正常版的太想念扣一波一，想听一曲偏偏相思赋予谁扣一半，继续弹曲。
谢谢大家的掌声，感谢大家的灯牌来到直播间，我们把左上角的灯牌亮一亮，灯牌五级可以加入无双的抖音粉丝群，当然了，我们右下方的冒泡的地方帮无双点赞也是非常非常的至关重要，可以影响着无双的直播间的流量和人气。谢谢大家的支持鼓励，不阳曲会吗？会，但是现在不在这个调上，我现在在这个降 E 和 D 调上直接徘徊。谢谢大家的支持鼓励，感谢家里有只兔，谢谢二少，欢迎倩倩，谢谢六月荷花，谢谢小奥牵牛花。那我们先来一曲《偏偏相思赋予谁》。欢迎九天蓝月，喜欢无双的古筝版 DJ 曲，喜欢无双的古筝版柔情曲，家们扣一波掌声好吗？古筝不仅仅可以弹柔情的，也可以弹 DJ 版，不仅可以弹传统曲，也可以弹我们的流行曲，太想念啊！是偏偏相思赋予谁是吧？那我先弹一曲《想太想念》，再弹《偏偏相思赋予谁》好吗？谢谢大家。弹这首曲的时候，看到满屏的都是掌声和比心啊！
为什么这首曲子这么的入心啊？我感觉这首曲子的作曲者龙军老师是非常非常有情有义的，因为这首曲子是他写给他的前女友的，当然他前女友已经去世了，所以就是那种太想念的这种心情，这首曲子是非常非常的感人。当然了，这样的男人我觉得现在啊非常非常的难得，如果现实生活中有这么好的男人对我这么用情用心的，我第一时间就嫁给他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一曲片片相思赋予谁。刚才我们家们想听片片相思赋予谁，我先弹了他一下音。我是说真的，现实生活中有这么好的男人对我，当然会嫁给他。来一曲片片相思赋予谁，送给我们直播间所有家们。谢谢家里有兔，谢谢倩倩，谢谢九九，谢谢小期待，谢谢小小青莲花，谢谢每一位家人们。家人们，我们边听曲边把我们右下方的冒泡的赞赞点一点啊，谢谢大家的点赞。右下方的点赞对我们直播间来说非常非常的重要，谢谢大家。
界让我刷到这么优秀的内容，惭愧惭愧。谢谢大家。不会因为我戴面纱进行排斥，进行怀疑，反而因为我的琴声更加的喜欢我。谢谢大家。我是女的吗？我当然是女的了，不是女的我的声音能这么温柔吗？感谢大家支持，给大家发个福袋啊。接下来我们弹下一首曲子啊。来，家们想听问佛扣一波一，想听月满西楼扣一波二，追梦人扣一波三，咱们继续弹曲。谢谢大家，我喜欢你的情深。谢谢大家。问佛扣一波一，月满西楼扣一波二，追梦人扣一波三，谢谢大家。追梦人，好多家们想听追梦人，月满西楼，对吧？那么就来一曲月满西楼。我看谱的是用纸质谱的啊，家人们，因为我的眼睛是近视眼，我没有戴隐形眼镜，从来没戴过。看平板电脑，看 iPad， 我的眼睛会受不了，所以我用的是最原始的方法，看的是纸质谱。好，先倒杯水啊。煮的茶。哎，月满西楼。送给家人们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家里有只兔，这首歌送给您，谢谢倩倩，谢谢小期待，谢谢紫红，谢谢小小牵牛花。给家人们觉得好听，满屏扣一波好听，把我们的赞赞点一点好吗？谢谢大家的支持，月满西楼。Thank you.
谢大家的掌声，感谢大家的点赞。喜欢古装，喜欢无双，左上角点点关注，上面加个粉丝团好吗？太棒了，好听。谢谢兔兔，感谢时尚姐姐帮我管理公屏来了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一曲《追梦人》。家们喜欢《追梦人》这首歌，把我们的掌声走一走好吗？谢谢大家的支持鼓励。欢迎美丽的海，欢迎海哥，好听。欢迎尼摩克哥哥。欢迎尼莫克哥哥，一曲《追梦人》，欢迎您的到来，也谢谢我们直播间所有家们。家们把我们的赞赞戳一戳啊！现在50000赞，把我们的赞点到100000赞，好吗？这一首歌下来点到100000赞，《追梦人》走起。
谢谢大家，好漂亮啊，感谢大家的支持，这首歌好听，觉得好听，觉得帅气，我们扣一波掌声好吗？谢谢家里有兔哥哥，有兔哥哥谢谢您的支持，你是为我出刷礼物吗？八级灯牌，你是改名字了是吗？谢谢倩倩，感谢尼莫克哥哥，谢谢紫红，谢谢小期待，谢谢袁红，谢谢小小牵牛花，谢谢王，谢开心就好，谢谢时尚姐姐，感谢大家的支持鼓励。接下来我们来弹一曲霸气一点的《野知己》，来。